叫阿布利兹，阿布都是伊木，我现在就高三生，我是一名跑酷极限运动爱好者。当时看到我哥哥给我表演的一个节目，也就是跑酷这项运动，我当时我不知道这是啥呀这个，后来我才发现当时哥哥给我表演的就是跑酷动作，就当时我就爱上这项运动。我会了，比他更帅呢现在。就看到那个平台上发布的那个作品，然后我又看，哇，这个特别帅，我得怎样去练这个？看着看着，然后就找到一个感觉，自然会去试这个动作，然后试了好几次，成功一次。我们也许没有那么像内地那样的好的环境，没有那些海绵，没有人的器材，只能就直接去试。我右手这个搜骨这个地方骨折了，在这个地方，就当时试了一个高难度动作就摔倒了。我当时就是盲目的去练，没有教练，没有什么指导人。Bıraktım sınıfta bunu hatta da kut gezmeye daha demiyor ona. Meyle bu turmuştu yani bunçelik işle bulup durdu. Oddeyse o bir minop kütüp ağam balonu yıkılıp sınıp gidiyordu o bir yerlere. Dikkat kılıp nüm kulağı sevdim en sır etmeyi. Bu zaman bir adaşlara olan bir çıraylık meşk kılıp. Mama diyor, ta ye cıda.这是我的爱好，大家做什么都挡不住我的这个爱好。后来我就也有想过妈妈的感受，也想放弃这项运动，但是我就放不下了，因为自己喜欢嘛。跑酷这项运动嘛，先苦后甜。现在最大的梦想也就是，想当一名极限运动摄影师，旅游这个世界。我不知道我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只要我不放弃，我会得到别人得不到的幸福。